你这是骚给李慧生那混蛋看的吧？ 再加守活寡，俺不行，俺自己看看俺自己呀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你还有脸说？那俺问你，你是死还是活呀？废话。那你摆着那个玩意儿在那儿，你不嫌晦气啊？你不嫌折你寿啊？也是啊。想老子了啊？ 别来这套！来吧。谁呀？是俺，叫他来。 臭娘们，你让俺滚，别后悔。有啥事儿？快说。俺，你干啥呀你？耍流氓，滚！俺真有事儿，让俺进去。 俺不是来流氓身子的，俺爹让俺来给你这个。你俩到院子里打架？你在这里，俺不敢欺负他。老子不在你就敢？不敢。叫你去就去。俺真的不敢啊。 小子，老子让你打，去，搞出动静就行，快去！哎，那就流氓身子了。婶子，你干啥呀？我亲你。你这个不讲好的，给我回去！你说你怎么那么狠心呢？眼睁睁看着二张蛋他动手动脚的。 老婆子，眼下这里是共产党的地盘，二刁蛋那小子缺根弦，要是被叶红山跟踪了，老子不就完蛋了？你的意思是说，你拿二刁蛋流氓案做幌子呀？聪明，聪明，就这意思。<笑>我呸！你个死鬼，我亏你想得出来！这事儿要是传出去了。 俺还要脸不要脸了？行了，你还呲着鼻子上脸了？给你好脸子，你真当自己是良家妇女了？去，把李慧生给我找来。你啥意思？俺跟他真的没啥关系，俺上次那么说，可都是为了你啊。
婆，你要是闲着没事儿，就到俺这儿来坐，俺烧好了菜，等着你啊。服了。